Let's sing a song full of hope, full of pain. Why don't you sing along, my friend? For it's our last refrain. Forever young, ever strong, ever brave. Memories like this never end. No, they don't fade away. So when I'm gone, oh, when I'm gone, I'll be right there, close to the sun. Keep holding on, keep holding on. 所以现在我们出发去酒店隔离。 来，这个就是我现在坐的巴士。我们等了那么久，然后现在终于出发要去 hotel 啦。然后现在前面有辆警车帮我们开路，看到吗？所以我已经到了我接下来会住的这个酒店，然后大家都在排队等消毒。 来看一下我的行李，这两个，然后身上还有一个相机，然后还有一个 backpack， 这是我 senior 跟他一大堆的东西，来看到吗？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消毒，他会帮我们。 行李消毒，真的是所有东西都要消毒，所有的。 东西，所有的行李都必须消毒，才能进这个酒店 ，Imperial Palace Hotel。然后这个厕所，他帮我们放这个行李，放在这个 trolley 上面。哇，谢谢，谢谢。 Thank you, sir. 所以我们现在要上楼啦。 推着我们的行李，刚刚我们在前面那里登记，然后留下我们的 IC， 现在我们要搭电梯去我们各自的房间。 这里就是橱，衣橱，然后有一个保险箱，然后有一个烫斗，然后这个烫衣服的板子，然后这里呢就是厕所啦，来，这里就有一个浴缸，然后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看我的睡床长怎样 ，Let's go。
擦啦，这样子啊。我把我行李放在这里，然后我这里有两个垃圾桶。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会睡的房间，然后这里有个电视机，然后这里就是普通的书桌，然后桌子，然后我们来看看外面的景象如何。哦，外面就只是一个这样子露天的，所以看不到什么比较好看的城市风景。又有一面镜子，长途跋涉终于回到沙拉瓦了，耶！然后这里有1、2、3、4、5、6、7、8八瓶水跟四卷的卫生纸，然后这应该是如果你要洗衣服的服务，要把衣服装在那个袋子里面。现在就带你们来看看这个 quarantine guideline the do's and don'ts。 所以第一个就基本上就是说不可以离开你的房间，如果你离开了，如果你没有遵守这一条规则的话，你就会被，看到了吗，叫 up to 2 years 关监牢的哦。玩玩啊，你以为。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抽屉里面有什么吧。哦，吹风筒。这里呢？哦，猫，猫咪，日本。日本の猫 ，Go Miri。然后这边就有一个本子，然后就这样没了。OK， 现在我要去洗澡啦，待会见。酒店第一件做的事情，打开电脑，打开我的 notes， 要读书，然后，当然 KFC， 这是我的表弟刚刚送来的，在。刚我在机场的时候他送来的，这是我 MCO 以来第一份快食，第一份快餐。来给大家看这里面有什么，薯条，炸鸡，来一个 hamburger， 应该不是 hamburger， 应该是丁鸡肉。 Nice， Thanks bro，加你。现在我要去拿我的晚餐啦，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晚餐长怎样。接下来带大家看看我的晚餐，西瓜，哒啦，有白饭，炸鸡，然后点菜，晚餐还可以，还算不错。我现在吃完晚餐了 ，and then 一下子准备一下要去睡觉了。各位，拜拜。